下山了，为什么还这么热？真的好热啊！再忍耐一下，等一下到了绿色隧道就凉快了。耶，没错！哟嘿，绿色隧道，我们来喽！闪一闪的好漂亮哦，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刚结婚的时候这些树才刚种，哎，矮矮小小的种了十几年才长到现在这么高。什么？这些树要这么久才能长这么高啊？不知道等我们长大以后这些树会长到多高啊。你们看，有小松鼠耶。真的耶。哇，哎呀，好像一年比一年热了。妈咪，我们绕一下路，从绿色隧道走去买菜吧。对呀，我也好久没去那里了。啊！妈咪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小光，为增进公共建设。这里要盖大楼，道路需要拓宽，所以就必须把这些树。怎么可以这样啦？这些树长这么大要很久很久，哎，而且是他们先在这里的，为什么要把他们砍光光？小光，躺在我身上睡觉，很舒服吧？太舒服了。你是谁？别怕，我是树林公公，欢迎来到树林王国。树林王国？这里好多树，好漂亮啊。在树林王国里的树是最幸福的，但是一旦离开了这里就……你是指绿色隧道的那些树吗？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每天都有很多树木被砍伐，运气好的或许能够被妥善的移植或利用，但大部分都无辜的牺牲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们砍光光。为了守护人类与地球，总是尽责地站在这里，但人类常常为了私人的利益就牺牲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不要。我们与所有植物一样会行光合作用，制造氧气，吸收二氧化碳，净化空气，美化环境。树荫可以调节温度，果实种子植物体可以当食物，药材香料建筑材料燃料造纸。树根可以防止水土流失，防止沙尘暴，增加蓄水能力，改善生态环境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供人观赏，放松心情，修正视力，让其他动物休憩，维持生态的平衡。我们对人类世界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命体呀。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助你们？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你所有认识的人，改变大家的观念，不再乱砍树。这不但是为了我们，也是为了你们人类自己。好，
我一定会的。小光，小光，我一定会的，我一定会的。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。妈咪，我刚刚遇见树林公公了。什么树林公公？你中暑晕倒了。妈咪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去了树林王国。树林公公跟我说，树可以净化空气，制造氧气，还可以调节温度，防止水土流失，还有……好好好，树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动，所以我们常常忽略它的重要。地球上如果没有树，不但有很多生物会消失，人类也无法生存。如果没有树，人类将会死亡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种树、爱树、保护树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